本周凤梨不累的来宾是谁呢？这周要来的是一个老朋友，你的老朋友，我的老朋友，他是台湾星海第一人，我邀请到的是杨家正盛要来现场。哇，真的真的，最专业的来宾哎。对，然后他真的星海超级超级强，而且他我很久没看到他了，因为曾经他有退役一阵子，不过他最近。又重新复出，而且又重新拿到星海台湾的代表权，没有错，所以他回来应该是已经回国了，所以我们可以跟他聊聊他这次又再次代表台湾出去有什么感想。太好了，那就等待本周大来宾 Sam 的到来，记得要看哦。